在获取勇气与力量后又再度启程。哎，我们这次是吃不了，一共是1500斤啊。这一次炒这个虾是今天是卖的是吧？全部免费，哦，免费偏向那个大众啊。今天五百斤啊。这一次啊，我们举办美好生活时尚信仰这个美食文化周这个活动，旨在进一步的打造西洋菜的品牌，推广西洋菜的这个品牌店，打上产业链条，提振消费信心，促进大众消费啊，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西洋菜在全国甚至在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让世界爱上西洋菜。